设计的一个玉兔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口罩，啊，中秋节大家戴上这个口罩可以应景而且都可以欢度中秋。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国旗口罩，就是我们双十节国庆日我们可以戴上这个国旗口罩来这个庆祝国庆日。那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各式各样的族群，包括公司行号，我们客制化他们的 logo， 客制化他们的想要的图腾，来做公司的宣传还是形象的一个广告设计推广。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也针对这个股票族做了一个天天涨停板的一个口罩，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银财宝的一个图腾啊，这一部分现在也是很受股票族的欢迎。我们相信在这一部分应该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